面团为什么会长大？面团会长大是因为面团生气了。哈，是谁把面团惹生气的？你知道面团越生气，面包就会越松软好吃吗？吃了生气的面包，我会不会也一肚子气呀？为什么面包机只要放进材料就可以变出热乎乎的吐司？锁定这集《生活里的科学》，偷偷告诉你面团长大的秘密。